是男神朴叙俊。朴叙俊这次为了国民饮料 Milo 来马会粉丝。第一次来马来西亚的朴叙俊呢，让商场挤满了5层楼的粉丝，人气实在没话说。可惜的是啊，这次的活动朴叙俊话不多嘞，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一句了。果然是称职的代言人，还现场给你 demo 怎样冲麦咯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现场粉丝的心，还捕捉到欧巴各种小表情咯。离开前，欧巴还特地走下舞台和粉丝自拍，甚至绕场一周到每个角落去见粉丝们呢、啊，有没有那么暖？欧巴，下次直接来开 fans meet 好吗？